大家好，我是向老板，我的频道主要讲旅游跟生活相关有趣的事情。如果你也是旅游跟生活爱好者，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分享我的影片。今天呢，向老板到圆山饭店，因为圆山饭店从去年开始呢，它就开放了。圆山饭店里面有个秘密的通道，开放大家参观。你不一定要住在圆山饭店，你也可以申请参观这个秘密通道。但是进来呢，需要预约参加里面的这个解说团。怎么报名解说团呢？其实非常的容易，就去上面这个网址呢进行预约就好了，选天数跟你可以参加的时间，再到现场付100块的导览费就搞定。我们看一下秘密通道里面到底长什么样 ，Let's go。报道完之后呢，你会拿到一个吊牌挂着呢才能进去，另外你会拿到门票、九折券、探索圆山的一个说明，然后费用才100块，蛮适合过年的时候来这边探险一下。但过年期间好像已经都预约满，然后大家记得上网看一下。其实还蛮多人参加的。一场呢大概有45人，我大概是一个礼拜之前预定，已经很少选择。通常可能是下午的场次空的机会会比较高一些，就是可能太阳快要下山的那一场4点多，大家预定还要提早，它不是那么好碰到的。那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哈，我们就要缅怀一个就是建筑师，他是圆山饭店的这个建筑师，盖了很多跟我们的老蒋有相关的，除了圆山饭店、中正纪念堂。当初为什么要建这个？当初陈建筑师他在规划的时候，当时你就是考虑到我们的中央贵宾还有我们老蒋的一个安危，所以他在住的地方几乎都有密道，所以密道最主要是让我们的贵宾在我们的剑潭山这个山腰上，怎么快速的可以到我们的外面的陆地上，出去就是我们的中山北路的剑潭公园，85公尺，里面有20公尺的那个溜滑梯。这个主要是要那个防止那个声音反射，防止回音的。故意设计弯来弯去，你就不容易在这个里面呢，涉及到那个重要人员。那这些灯具呢，跟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种什么防核爆的灯具呢，是同一个等级的。我觉得摸到这种历史灯具实在太难得了。这个密道最后的通道里面就是从剑潭开出去的，就是剑潭，所以我把它写进去就很好。早上看到看到这个门在外面的话，看到什么地方？那全长呢大概是80多公尺。九二一地震，我们圆山饭店也都很稳固，它盖的都是很棒的。之前84年有火，就是那个施工不慎，反而是人为自己烧掉，消防车又上不来，最主要是高度不够高，后来消防法才能够通过，就是改得更高。好，这
都要结束了，那我们要想要去换明信片。前面啊，哎，你空点 space 在别的吧。我以为是这样的。在导演上班其实学到蛮多，你知道这个叫做大盘吗？全部呢？猪的这个蝴蝶兰呢，这个凑起来，那它非常的重。再来呢，整个圆山饭店里面看，很多红柱子，对不对？这一楼大厅呢，总共有144根柱子，这个颜色呢，一个特别的红色，它就叫做圆山红，它是这个红牌油漆呢，为了圆山大饭店呢，特别调出来这个红色。天花板呢，很多很多。这个多到数不清的龙啊，那全部呢应该有22万条以上啊，曾经有人数过，要数到第22万条就数不下去了。这个灯笼全部都是手工做的哦，圆山大饭店的大门呢藏有一个很有趣的秘密啊，这个雕画里面其实藏有这个爱国的文字，中华民国万对，跟整个这个雕花呢放在一起，就不会特别发觉它里面有放了这个爱国标。另外呢，大家来圆山饭店呢，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藻井，啊，它是水藻的藻，但它为什么叫藻井呢？所以古代呢，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木头做的，所以它给它取一个名字是跟水有关的，可以避火，在意象上就有这个避火的感觉。参观这个圆山的隧道之后呢，我突然觉得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呢，其实非常有趣啊，都需要准备这些避难的这个地方。里面看到大部分的东西呢，都是在盖的时候呢就有了。然后那只金龙呢，甚至超过百年，因为那个金龙原来就是在圆山神社里面的金龙，然后被保留下来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圆山呢饭店地道探险啊，那就到这边，希望呢大家都有机会来看一下。这个就是见证一下历史，然后顺便来圆山饭店逛一逛。我觉得圆山饭店其实是蛮有趣的，然后就是它保持了一个我们相对是比较中式、比较传统的那种大饭店的感觉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到这边了，头发乱了，那就这样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